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新行程团号系 DH230001。我哋大韩带你由天后宫上小榄谷城一年一度菊花盛会，住中山五星国际品牌大上皇冠假日酒店，豪叹四大天王谷城明星晚宴，纯玩两天团只需要599，依家一齐睇睇啦！天后宫广场上树立住一个巨大嘅妈祖雕像，系为咗纪念海上女神林密而建。呢度建筑、院例、走廊等地方都会有彩色嘅图画同埋各种文字，睇起嚟多姿多彩。一口古朴嘅大钟，一个巨大嘅鼓，放喺庭里面，为天后宫添上咗一份庄重嘅色彩，一派祥和景象，令游客流连忘返。四天后宫养生斋宴，栗子炆冬菇扒时蔬，玉米腰果炒神丁，红烧茄子豆角等美食，清新爽口，味道都非常鲜美。小榄镇有谷城的美誉，小榄菊花会是谷文化聚集中的汉族传统民族活动，它有中原和岭南汉族民间菊花文化融合的遗传。小榄菊花会以花为谋，以菊为友，技艺精巧，规模宏大，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民间传统综合性花会。菊会以自然、人文、花海、谷城作为特色，以菊花造景为主，突出栽培技艺，造型各异的菊花美景美不胜收，是岭南菊花文化的一大盛会。小榄菊王宴是用菊瓣所特制的菊花宴，比如菊花炸鱼球、菊花鱼片、菊花鸡、菊花海鲜、菊花炆猪肉等，每种菜式都有肉的鲜味，更有浓浓的菊花清香，能够在金秋季节赏菊之余，一场难逢的菊花宴，成为中外游客的追求。中山大上皇冠假日酒店是一家国际化的商务型酒店，位于中山市小榄镇商业中心，坐拥城市中心景色。酒店拥有311间优雅的客房和铺房，所有客房均配有宽带高速上网、卫星电视频道、全景落地窗，为每一位客人提供完善周到的尊贵体验。你可以在拥有先进器材的健身中心内锻炼身体，在室内恒温游泳池中不受天气限制尽情畅游，更可以在世界驰名的茶树水疗中心内享受独特的疗程，让你身心愉悦。晚上我们于酒店豪华宴会厅内专享明星晚宴，一起欣赏明星晚会和明星亲密接触。游美景、赏菊花、欣赏明星晚会和明星亲密接触啦！你仲喺度等咩？快啲同我哋大韩一齐出发啦！电话628-44992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628-44992.com 查看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最新资讯，安装大韩假期 app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